干嘛呢？这选手吧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我来找凤老师。所有人都在找凤老师，赶紧的，跟我去欧场室。哦。你说这幅画，连咱们凤老师一成功力都没有。那可不。不行。哎，这幅还行。哦。是吧？不过不行。 不是你画的？哇，天哪！这些画是从漫画书上剪下来的吗？都画的太好了吧！你好，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？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干嘛？拍照。哎，蹲一点儿。你又不能长高一点啊？怎么还身高歧视了呢？不想跟我的画合影就直说。身高歧视的是你吧？ 我不是不想，我是怕太高配不上你的画。你再说，给我撒开！你们俩在这儿丢人呢，是不是？他先惹的我。明明是你先挑事儿的。看来你们是想念花老师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。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我们都是凤流清的助理，我叫林里。贾珠，我是魏琪。我是田珏。我和魏琪在美院的时候就是同学，毕业之后呢，又一起到了凤老师的画室。 那算起来应该有10年了，哎，天天都能见到他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孽缘。是啊，老天爷都不想放过我。美院，美术学院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是哪儿毕业的？我不是学漫画的。啊，那你是自学成才？林里呢？ 你也是毕业之后就给凤老师做助理吗？你看我这岁数啊，我毕业的时候，估计凤流清还在读高中吧。林里啊，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辈分的，他可是大前辈，连凤老师都要叫他师哥。啊，嘿，也没那么光荣啊。那个，我运气不好，当年考美院就考了好几年，之前一直在宋庄学画画。 后来好不容易考上了，结果毕了业才发现，国内没有一家像样的动漫公司。那个年代嘛，哪有什么国漫？那后来呢？一开始做设计，后来去了一家动画公司，结果是做一步黄一步。
连混口饭吃都很难了。我真的是快要坚持不下去了。好在那个时候，我碰到了风流清。我问他，我说在国内做漫画有前途吗？他说让我相信他，国漫会好的。我就咬咬牙，进了他的工作室。这算起来快10年了吧？你就别谦虚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听他卖惨，他可厉害了。 他都画了30年了，我和魏琦加起来都比不上他。30年啊！哎，说起来，你跟凤老师是认识吗？是他介绍你来的？算是吧。嚯，凤老师亲自推荐，那你一定很厉害啊！你是哪个公司的？没有签公司。 那你有作品吗？说不定我们还看过呢。没有。嗨，人家不想说你就别问了呗。我这不是好奇吗？既然没签公司，又不是助理，更没有作品，那凤老师为什么推荐他呀？哎呦！哎，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以前的同事，一起做动画的。 哎，你去年那个电影票房30个亿啊！你说你不好好做电影，跑过来抢我们的饭碗合适吗？你这么大岁数，抢年轻人饭碗合适吗？来来来，坐坐坐，你说你那小子，哟，你聊什么呢？嘿，你小子也来了，嘿，哎呦喂，哎，那个他人啊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他的漫画你们肯定都看过，现在微博上啊，特别火的那个。 现在点击量得破1000万了吧？哎，没有没有，一般般了。一般般了还？你刚从东南亚回来，你啊？对啊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我真的要和这群人一起比赛吗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来做什么？ 走错门了，走错门了。对不上，大爷。有人！你搞什么呀？你不说你知道凤流清在这儿吗？奇怪了，难道是他进化了，换地方了？ 各位选手，大家好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环节，就是每一个人用1分钟的时间画一幅自己的漫画形象，然后共同组成一幅漫画，作为咱们节目的片头。哪位选手先来啊？我，你先来吧。 那是什么？他们画画都不用纸和笔吗？我觉得阿朱在自己心里啊开了10级的美颜，你也可以把自己画成梁朝伟啊。 下面是哪位选手？我。这位选手，你来吧。
准选手，可以开始画了。哦，你还没开机呢。哦，对哦，对哦。你确定他是凤老师推荐过来的？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呀？开机键，开机键，哪个是开机键呢？ 为什么推荐他呀？他是来搞笑的吧？说不定也就是来搞笑的，没准儿人家是节目组请来了喜剧担当。哎，搞什么？他怎么重启了？我们之前画的都被他删了。不好意思，你是哪位选手啊？田爵。田爵。 名单里没你名字呀，你是选手吗？是啊，是凤老师，凤楼青帮我报名的。凤老师早上是替三个选手报了名，但是没你名字呀。不可能！你给我出来！说说说说说说说！我说了都是真的，哎呦，你怎么那么信我呀？说什么？你说，我是保卫科，过来个人，这有一个冒充选手的神经病，说什么凤老师被外星人洗脑了，赶快把他给我弄走啊！快点！哎，回来。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还有位评委没有来，怎么办呢？等不了凤了青了，先开始。啊，这两个评委比赛没法进行啊！先开始。我不是警告过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吗？你必须跟我走。 做梦！你还能去哪儿？我要去找凤老师。
你到现在都不明白吗？就算你参加了比赛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什么意思？跟我走。 感谢各位的光临。无论在什么年代，国漫始终拥有着一批优秀的画手，优秀的作品。而我们各种题材、各种风格是应有尽有。同时，我们还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二次元市场。但当我们提到动漫产业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首先想到是日漫、是美漫，却始终想不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国漫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缺什么吗？你虽然参加不了比赛，但在这儿。 我们缺少可以看到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。一个让所有人看到属于国漫的平台，而今天，漫游集团将竭尽全力为国漫打造一个优秀的平台，创造漫画家，创造你的世界。我们先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，金龙奖最佳新人白宇澄，掌声有请。你不是想参加比赛吗？那你就好好看看，如果你参加了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评委老师好。 我是一号选手白宇澄，这次我带来了自己的新作《雨停》，请各位老师欣赏。好，接下来请我们的两位评委点评一下。这画风很成熟，脚本也不错。不过白宇澄，你为什么在拉网的时候选择把排线和网点混用呢？ 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拉网、排线、网点，还有就是分镜的问题。你这每组画面的分镜，除了112就是212，这样当时没错，但是看起来就很常规。212是什么？112是什么？分镜又是什么？好，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打分。 很遗憾，我们一号参赛选手白宇澄由于没有拿到及格分数，所以止步在了第一轮。好，我们掌声欢送一下一号选手。刚刚他们所说的，都是漫画专业最基础的知识，可你一句也听不懂，对吗？你应该已经发现了，这些人都是专业的画手，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并且在这个行业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 而你呢？既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，又从来没有从事过与这个行业相关的职业，更谈不上经验。你能参加比赛，只是因为中了流行。就算他还记得你，你还能有什么结果呢？你想看就继续看下去吧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。 他们应该收工了吧？哎呦，花老师，你也上女厕？<笑>哎，掌声恭喜这位选手，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。 那么到此呢，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也已经展示完他的作品了。我们今天的比赛就暂告段落，明天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比赛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 比赛结束了，你也看够了吧？我知道。 我说的这些让你很难接受，但这就是事实。让你难过的人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我只是把真相说出来而已。我要去比赛。什么？我要画漫画。 Thank you.
各位老师辛苦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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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客气。哎呀，王总，这风流清怎么回事？今天拍一整天了，人也都没一个。对，谢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哪位？他是我是选手，我叫田军，我是来参加比赛的。各位老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不送了，不送了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先走了啊，哎，不送，谢谢啊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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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人，赶紧把他给我拉出去。活动已经结束了。我还没画呢。不好意思，抱歉。不是我跑过了，我就是想画一下。可是我们工作已经结束了，抱歉。你们两个动作快点，把他拉下去。走，老板，你去，不好意思。来。啊！别走！你不要，我还没画呢，怎么就结束了？请下去。你们再来，我报警了。我跑得好累的，不要了，已经跑得不想再跟你们跑了。哎呦，非常抱歉。不要。对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都没话了，我。别了，我真的挺累的了。哎，非常抱歉，请下去。使用重武器了啊！非常抱歉，真的很抱歉，请下去。抱歉，真的。怎么一点反应没有？小姐，来呀，打我呀！小姐，我说，比赛都结束了，你现在过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都还没画呢，怎么就结束了？比赛的名单上没有你，而且我问过花老师，凤流清根本就没有给你报过名。那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怎么就说不明白了呢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画漫画。你想画漫画，你回家画去啊！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我在家已经画了12年了，我想在这里画漫画。哎呀，没想到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为了逃避录节目躲到女厕所里，你真好意思啊你！哎呀，现在比赛都结束了，你还拉我回来干嘛？比赛结束了，整个导演组都等着你呢，要给你补录，一个镜头都不能少，听到没有？不是吧？不用了。不要吧？你哪那么多布啊？啊？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带孩子呢。走。王富贵。人带来了！哎呀，风老师，你来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哎，风老师，哎，帮我捡一下，王总。哎，你不是早上要签名那个粉丝吗？怎么，都追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都这时候了，还跟我这装呢，还演戏呢？啊？啊什么啊呀？你不就是为了他才跑到这儿来当导师的吗？我。为了他过来当导师啊？谁说的？他说的。你说的？我说过吗？哎，你这人，你跟我说完怎么不承认了呢？这些都不重要，现在重要的是凤老师。来，赶紧来人，把凤老师把麦带上。好，凤老师需要补录的镜头。哎，不要碰我啊！别了。来。哎呀！宋老师，啊，我想要比赛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但是，你到底是哪位啊？我叫田菊。田鼠的田，蕨草的蕨。是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一点印象没有。为什么他们都说我认识你了？他不是你要找那个田螺吗？啊，他就是画毛笔漫画的，是你把他推荐给公司，希望公司把他给签喽。我看过你的画，毛笔画，
这样吧，你在现场就画一幅吧，也许我看到画就想起来了呢。你不是想要一个比赛的机会吗？那正好，你是选手，我是导师，你就在这画，我看着。上画架，这不行。对对，没问题。对，赶紧上画架，把冯老师需要补录的镜头都给我补了。这不胡闹吗？这不是。你不用紧张，画一张就好。画什么？随便，想画什么画什么。是不是我在这看着你不太习惯？没事，那我背过去，你先画，画好了叫我。你为什么在拉网的时候选择把排线和网点混用呢？你这每组画面的分镜除了112就是212，这样倒是没错，但是看起来就很常规。真的可以吗？画啊，田爵，画得再烂你也得画呀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最后一次。什么情况啊？他怎么不动笔啊？这个天爵是来搞笑的吗？少说两句，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凤流清。哎，你换一个姿势呀，冯老师，你笑一个呀。你说他两句，他画好了吗？还没有。没事，我先。哎，不。这啥呀？这是，这个洞，就是你的画吗？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要不你画个分镜，或者是草稿。我不会。你不会画分镜啊？草稿也不会吗？那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演员是吧？是他们请你过来演一个绘画毛笔慢的选手，好骗我在这儿继续录影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不是，真的不是。我就知道你们俩没安好心，我懒得理你们。哎，冯流清，冯流清。天爵，你也不用太难过了，但人生不是漫画，没有那么多励志故事，也没有那么多绝地翻盘。很多时候，梦想只是梦想，现实才是现实。其实从逻辑上来讲，你这种结果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你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你只是个普通的漫画爱好者而已，
如果这么轻易的就能得到比那些其他画手更高的成就的话，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事儿。走吧。站住。 行，就算你不知道，你不是骗子，但结果也一样。那一个个画毛笔画都10年了，去哪儿了？凤流星每个都帮忙，那结果呢？又一个画出来的没有。美术学院，你不知道？哎，你是哪儿毕业的？ 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，不多想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，留下远行的脚印。我记得那束烟火划破银河的瞬间，还停泊在我的。 心底，它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个月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，不但想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。 留下远行的脚印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。 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，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，留下远行的脚印。 甜甜，甜甜，你看爸爸画的你，好不好看？哼，爸爸画的不好看，还没有我画的好看呢。走吧，乖，爸爸，快一点。 爸爸，嗯，你看是不是我画的比你画的好看呀？当然了，我们小甜甜啊，将来一定比爸爸强100倍的大画家。长大，我要成为像爸爸一样厉害的画家，我要画漫画。 天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？
中每一个孤独的孩子，他在遥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，都化作笔下的剪影，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应留下远行的脚印。在我的心底，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